小生等埋呀，快啲啦！系边个输咗，边个就系源头变噶。人本来就系源头变嘅，就算你哋赢咗，都系源头变噶。乜嘢源头唔源头啫？边个见过源头变人啊？我净系信科学。乜嘢科学？乜嘢源头变噶？你哋讲嘅都唔啱。咁系乜嘢啊？人系神造噶。唔啱，系源头变噶，系神造噶，天地万物都系神造噶，系神造嘅，系科学，系源头变噶，科学，源头变噶，科学，科学，科学，源头变噶，源头变噶，源头变噶，哎呀，到底系边一个啊？诶，错啦错啦，你哋都错啦，我爷爷同我讲啊，我哋都系喺石头里面。爆出嚟噶！爆出嚟噶！人之初，我哋行性本善。诶，小眼镜，你读得书多，咁你讲下人究竟系喺边度嚟噶？喺边度嚟噶？你哋呢班冇文化嘅庸人、蠢人，真系冇你哋嘅办法啦！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你哋呢班人唔读书，真系乜嘢都唔知啊！快啲讲！人世间根本就冇神鬼之说，人类分明就由大自然进化而嚟嘅。孔圣人呀，咦，又系呢一套，烦死啦！到底系乜嘢啊？唔知道啊，唔明啊，神造噶，系科学，然后边噶，神造噶，系科学，然后边噶，系神造噶，诶，花花。花花，咁你话啦，人到底系由边度嚟噶？咩话？人系喺边度嚟噶？我先唔理呢啲嘢啊！人生苦短啊，仲研究呢啲嘢？你哋呢班傻人！你啊，我啊，要趁呢个大好时光。尽情享受人间嘅荣华富贵，尝尽人间美味，咁系几咁快活啦？咦，乜嘢啊？算啦算啦算啦，我哋唔好理呢啲啦，我哋继续嚟玩包剪搭啦。好啊。我哋呢一次出展啦，包剪刀，哈哈，小
做噶。我哋都系猿猴变噶，我哋都系猿猴变噶，我哋都系，我哋都系。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我哋都大个啦。我系小珍，我系小达，我都仲系嗰个小眼镜。我啊，花花，我哋都大个啦。
小珍，花花，花花快啲嚟，你哋快啲过嚟啦！过嚟过嚟，你哋快啲过嚟。小珍有咩事啊？咩事啊？我同你哋讲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？乜嘢好消息啊？快啲讲，快啲讲，快啲讲！我发现咗一件宝物。宝物？咩宝物啊？乜嘢宝物啊？喺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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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停！估下先啦，乜嘢宝物啊？系大蘑菇，系灵芝，唔系，悟空系人参，咁大条人参好值钱噶。好啦好啦，等我打开俾你睇，快啲快啲快啲。点样分应该由我话事，你哋唔使心急，听我慢慢讲。哦，阿奈，我哋平分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哋平分，平分。唔好打啦，唔好打啦，我哋三个平分啦，平分。咪做好咩？平分，范武利，拉开！俱伤，我哋两个平分啦！平分，你唔使知啊！黄金啊！哈哈哈哈！
翻啦！我翻啦！成嚿黄金都应该是我的，如果不是本大爷今天状态不好，你们定时都拿不到，今天当益了你们了。哼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读咁多年书，唔系就系为咗升官发财咩？呢个发财机会唔可以错过，一定要争，一定要抢。可惜啊，今日赚得唔系咁多，睇嚟我嘅本事仲系未到家，得咁多黄金真系太少啦。唉，你睇下我啲狗几大，哎呀，发啦发啦！今次真系发达啦！你嗰嚿点解咁大噶？我嘅得丁屎咁多，知足啦！你嗰嚿好大啦！人为财死，鸟为智亡，发财机会点可以错过啊？今日如果唔系我状态唔好，我应该抢得仲多。哎呀，我呢嚿点解咁细噶？冇计啦，边个叫我哋唔够人哋狠啊？小达，小达，虽然我系个中意享受生活嘅人，但系喺我内心深处，我都系承认。人是猿猴变的，我的嘴没说，但是我的观点跟你是一样的。走开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不要指望你。呸，不要面子。小眼镜，黄金，我嚿黄金，呢嚿黄金系我发现噶。是我发现的，怎样分应该由我来话事，都被你们抢走了，至少都留下一嚿给我啊。留一嚿？想想好了，你发现的这样是怎样？谁有本事就是谁的，不是你。
可唔可以可怜一下我，留翻一嚿俾我啊？你发白日梦啊！发梦！你哋系唔系应该讲啲良心啊？花花，花花，你话系唔系应该都有我嘅一份啊？你哋话，你哋话，系咪应该都有我嘅一份啊？拉开！你，你哋。良心，良心值几多钱一斤啊？仲值千斤黄金嘅。我哋都系朋友，朋友，你哋唔会咁无情无义啩？仲讲情义？傻仔。你哋，你哋，你哋点可以咁样噶？我用一个真心对待你哋，冇谂到，冇谂到你哋，你哋，你哋点可以咁样噶？你哋怎可以这样的？同我打！打！呸！人之初，性本善。Yeah.
人类离开了全能者的生命供应，不知道生为何，但又恐惧死亡，没有依靠，没有帮助，却仍旧不愿闭上双目，硬着头皮支撑着没有灵魂知觉的肉体，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你是这样，没有盼望，他也是这样，没有目标的生存者，只有传说中的那一位胜者，将会拯救那些在苦海中呻吟又苦盼他来到的人。这个信念在没有知觉的人身上迟迟不能实现，迟迟不能实现，然而人还是这样盼望着，盼望着。真心对待朋友，对待身边的人，我只是想做个好人，做一个好人。真心给了这个世界。
冇谂到，冇谂到，竟然会落得咁嘅下场。唔通系我做错咗咩？从得到呢嚿黄金，我嘅日子啊，真系比以前快活得多啦！黄金真系有好嘢嚟啊！从得到呢嚿黄金，唔好睇我系猿猴变噶，我一样可以过上人上人嘅生活。黄金真系好嘢嚟啊！
小的花花。你哋几冇出息，得咁少黄金就满足啦？哼，引住激起我把火，全部同你哋收翻嚟。唔会，唔会。自从得到呢嚿黄金，大爷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本大爷先至系老大。系系你哋边个敢唔服？行过嚟试下。黄金。真系好嘢嚟啊！大头，
哋唔可以咁样对我噶，咁样对我唔公平啊！你同本大爷讲公平？你想死你！你真系傻得够混蠢啊！仲讲啲咩道理啫？哎哟，打得真系可怜啊！呢嚿黄金系我噶，还翻嚿黄金俾我。还翻嚿黄金俾我，还翻俾我，还翻俾我。你系要黄金，定系要命啊？蠢材，争啊！头先好险啊！大头嗰把刀，如果真系插落嚟，我条命仔就真系冇啦！
同呢班人喺一齐，真系好危险啊！诶，唔系喎，我点解咁怕死呢？怕死唔丢架，喺呢个世界上生存就有危险。呢班人真系太得人惊，太恶毒啦！我以前点解就睇唔出嘅？同佢哋喺埋一齐，随时都会冇命噶。但系我点都要生存落去噶。佢哋手里面都有黄金。都富足啦，我如果靠近佢哋，同佢哋偷啲光，咁都系一条出路啊。不如唔好，不如我都好似佢哋咁样生活。人点都要生存落去噶，小达，我唔同你哋争黄金啦，亲埋我吓！蠢材，哼！金啦，亲埋我啦，吓、啊！死蠢，唔好缠住我。边个稀罕啫？
头，小石头，我唔同你哋争黄金啦！死蠢，求下你啊，亲埋我啊！你呢个穷鬼，费事睬你！想生存下去，我只是想生存下去。全的
我的真心。俾呢个世界毁啦，毁啦！全能者怜悯这些受苦之身的人，同时又厌烦这些根本就没有知觉的人，因为他要等待，等待很久，才能得到从人来抵挡。毛啊，毛啊，毛啊！他要寻找，寻找你的心，寻找你的灵，给你水，给你食物，苏醒过来，不再干渴，不再干渴，不再饥饿。当你感觉到
到疲惫时，当你稍稍感觉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的一份苍凉时，不要迷茫，不要哭泣，却能伸手望着，随时都会有。
黄金，我有黄金啊！我有黄金啦、啊！我爱你，我爱死你啦！黄金，我都可以得到黄金。
上。人知啊！
Thank you.
这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，他的守候是无价的，为这人的心，为这人的心，为这人的灵。Yeah.